哎，嗯，然后直接放上就行了。嗯，放。啊，吸上了。一。老板，好了。好了，看手势。调速的在这个位置调速，你这个分级它是不可以调速的，这个输送带是可以调速的，到时候我就把固定的速度，然后之后跟你说一下，让客户回家调到多少就可以了。这两个管拿下来了，放到这个位置，一头放插到这儿，一头插到这儿，这儿，然后之后起到一个挡弹的作用。